我这是拍视频的时候才突然想到的，黑到极致也是一种美哈，你看看，今天退潮退的话还是可以的哈，有些地方的沙滩已经露出来了，咱过一会儿就穿上衣服准备下去哈，走，准备准备的。哦，这两天刮了2天大风，果真是能把货给吹上来。我去看这个大海螺，看呀，嘿，自从我半夜赶海之后，再也没有人跟我。天呐，这个地，自从我半夜赶海之后，再也没个人跟我抢货了，陷进去了，快走快走，袖子都湿了，可恶，走。咦，这里落了一个落单的小大螺。好多它的崽崽呀，都是它的籽儿。这些黑的都是它的籽儿，应该是还没有长大的拉螺。就这一个嘛，有点太过分了吧？看这个海螺，露这个小籽儿，不是到年底这海螺涨价了吗？今年摸的这海螺都没咋卖，都送人了，收下它。海星一个，收下啊！哇，大嘎啦，大嘎啦！哦，小海螺吃大嘎啦，收下，收下！啊，这大石头底下都是，看到了吗？大伙儿，都是石螺窝。来海边如果退潮的话，就直接找这种水底下就行，不用找别的地方，找石头底下。桶被大胖子拿走了，我先放这个手套里边点儿。有时间真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美食，主要是我们家的厨房太乱了，拍出来的效果不好，还是不戴手套好使，一抓就能抓到。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，一不小心就划破手。正所谓物有反必有争，有得必有失。哎呀，又给大家扯远了，扯到这个道家的言论上了。应该是剪的差不多了，这应该是个香螺洞，抠出它来，都是这种香螺。更希望能多捡一些海螺。看这沿海的风景，一线天呀！不知道的人真的得迷路。水下藏大宝，这坝子上还有，都是退潮来不及退下去的，就是太小了，我不收它了。这里又有一窝石螺，咱捡一下哈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哎呀，不给大家数了，专心捡一会儿吧。这个缝里多的有点过分了吧？我去啊！这里不能用手抠，必须得戴手套抠，很容易抠破手。这里太深了，这石头我又搬不动，弄不出它来。啊，金地了！天呐，全都让我戳出来了。Look，这是多少啊？一大把手里抓着，给大伙看一下手里这一把怎么样，爽不爽？扣一下这个，呀，两口子干啥呢？哦，不是两口子，哦，是两个物种之间的决斗啊。
这种螺真的是太好吃了！你们那里卖多少钱？前两天在那个逛超市、逛那种大商场的时候，看见他卖的确实比海边贵很多。又一个螺洞，沙滩上都是这种螺洞啊！希望这个冬天赶快过去，春天到来我就能再从海边给大家拍视频了。肤白貌美的小海螺，大家有没有时候感觉我就是我这个用词儿一套一套的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以前的时候我写作文可厉害了，就是我的作文能够在展览墙上展览，你可以想想我这个水平有多么的高哈。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手机、平板之类的这些电子产品，那时候一心只知道学习。也不是学习，就是喜欢看那种课外书，那种世界名著，看得多了，慢慢的写文章就越来越好了。个人感觉的话，不是吹牛啊，文采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手动的煞白煞白的。咦，跟大家聊着聊着，这是走进了海螺的领地了，这个好小啊，这里有。得仔细看看这片水域了，一般这种地方才多呢，在水里看不出来。又一个，如果你赶海碰到这种地方，真的一定要仔细、仔细再仔细，千万不能马虎。这还不忘了吃着蛤蜊，一只手已经抓不过来了。久违的这么多活哈，真的是好不容易才能够碰到这么多活的时候，我说话都洋溢着微笑了。来这边看看，看看还有货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太小了，这个放了，都是小的呀，这个。不算小，这个，这个也可以收下它。这不，这还有，这还一个，这还一个。哇，这个地方好，真是风水宝地。最喜欢捡海螺了，海螺它出众，而且特别的开心捡到海螺。看看周围还有吧，果真还有剩下的没捡到的，哇！看这个，它的肉好漂亮啊！拿起来了，吸得真紧。刺水的感觉最舒服了。行，那个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。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再见了，让这两个小螺螺给大家再见吧。总之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忙活了一年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。再见，拜拜。